出生日期1999年8月8日，肖德俊。含羞草。巴黎，我最喜欢笑声。听觉。八。来日方长。晚上11点之后。植物绿。我在看书的时候会不禁念出来。泰坦尼克号的杰克。在我3岁的时候，我在水里面，透过我水面看到我爸和我哥。准备到。2018年7月17日，肖俊。